Hello， 大家好，是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玩这个王子变变变哦。那王子变变变到现在也是开服了一段时间了，那也是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最近最新可以用的礼帽序号。好，那我们要兑换呢，一样是点击这个左上角的人物头像，然后接着点选设置，然后在右下方这边礼包码就可以输入。好，那可以输入 PINC。那这个礼包蛮多，都是到7月15号了，所以说要赶紧兑换了。好，那这个 WD 三个 B， 好，可以输入 VIP 三个九 ，VIP 三个九。好，这个的话一样是可以领的。啊，接下来是 XWD， 然后三个六 ，XWE 三个六。啊，接下来输入520，后面数字改成520。好，这边的话也是可以拿非常多抽。啊，再来改成521。好，一样是都可以拿的、哦。好，那么这边输入一下礼包码，这个 VIP 三个七啊 ，VIP 三个七，好，就可以拿到这些奖励哦。好，然后接下来再改成 VIP 三个八 ，VIP 三个八，好，也稍微提升了一些攻击。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WDD， 然后三个 B， 然后 AFB， 那这边可以拿到1000的宝石哦。然后再输入 DC， 改成 DC 啊，最后面改成 DC。好，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JJ， 然后 BXWD 啊 ，JJ BXWD， 好，这里的话也一样都是可以点哦，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算是宠物吧，还有一些武器哦。好，目前这个最新的礼包啊，就是到这些啊。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来稍微试玩一下，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游戏的礼包序号，还有这个官方推荐的新手开局最强阵容哦。好，那蛮推荐你们可以加入一下他们的官方这个 Discord 社群哦。那在这边的话，左方这边就会有新手冒险手册、啊、那这边的话可以教你新手刚开局可以拿到的10000抽啊，还有这500000钻哦，还有这个参与预约的这个达标奖励要怎么去领取，以及这个新手的角色推荐哦，像是闹海王子，可以有强大的击飞效果啊。然后后面前中后期，然后到后期的这个 PVP 阵容这边的话都有推荐了，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他们推荐的角色的一些详细介绍啊，是斗战王子的话是击飞的主力角色，特工王子的话可以添加高额的一伤效果，那黑夜王子可以拥有吸血还有攻击力提升的能力哦，这用来推图是非常的不错啊。然后这边还有 PVP 的阵容推荐哦，就是拿打架喜欢打架的话可以稍微参考，然后重点这边还有这个蜜桃公主，好像是有特地的联动活动啊，然后这边有一些其他的角色养成的一些攻略哦，就是可以稍微关注一下。然后重点是官方在左方这边还有一些 DC 的专属福利哦，那像是有这个 VIP 三个八，然后这边的最新礼包嘛，在这边的话都会整理更新到这里哦，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可以参加一下，可以额外拿到其他的虚包奖励哦。好，那么接下来就实际游玩一下啊。哎，这边看起来感觉跟什么孤勇者传说好像有点像，我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放置类型的游戏，像是史莱姆。看这边有很多技能，而这个游戏的角色不是姑姑，他是有比较多种不同类型动漫的角色，但是我看广告就有魔人普乌嘛，还有一些五条悟。我们看一进来就是 VIP 一耶，这边这个游戏也是有送 VIP 哦。我们把这些钱都来提升攻击力哦。那这边有些总技。就是通关主线总计可以拿到500000的宝石。哎，这边开始可以抽了。我们开始抽到这些武器都是白色的，然后随着等级越来越高，然后能够抽到的武器品质也会越高。哎，目前最强的是叉子啊，再来防具。负责增加生命值了。好，我们继续提升攻击量。
我现在是一发一个，那果然兑换完这些礼包啊，稍微有一些攻击力加成。好，现在还开启了技能哦，技能一样是从这个白色的慢慢抽到绿色啊，还有这个紫色、蓝色，然后橙色跟红色。看起来的话，玩法确实是差不多。我们再去抽一下装备好了，看能不能够把它抽到现在等级三哦。好，直接出了蓝色的榴莲壳。换到下一个地图，好，那换到下一个地图就开启了广告所说的开服狂送一万抽。那这边也是随着你的主线慢慢的到达一定的阶段啊，就会送你这些扭蛋券，装备扭蛋，还有宠物扭蛋。好，那我们就是先领。拿到的话当然是直接去开抽，然后这边还有免费的加成可以点，这边35次，然后技能，马上又要升到等级4哦，现在就可以抽到史诗级别的。我现在瞬间多了超多钱，你们点都点不完。好，那也开启了宠物。这边的话就是跳出来手厨哦，直接送机甲王者、哦、超人气角色。然后我们在那个新手的开局推荐有看到这个机甲王者哦，可以拥有这个优秀的范围伤害哦，可以秒杀场上的怪物啊。不过到后面的话好像就没有看到这个进阶的阵容，就没有看到啊。好，现在又可以再领个30抽。反正整体的玩法就是这样嘛，不止无限的推关推下去哦。我们最后再抽个几下啊，这边技能。好，你就都抽完了，后续还会慢慢开启更多需要去干扰，慢慢去换啦。好吧，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王子变变变的礼包需要分享及官方推荐的最强听手抽角色的阵容，就差不多拍到这边咯。下部影片再见，大家拜拜。